再 chip 你。当当当，当当当，当当当，当当当。我今天吃的是新疆炒米粉，噔噔噔，爆辣新疆炒米粉。两个鸡蛋，你们喜欢新疆炒米粉吗？我喜欢。还有这个，我没有呢，所以啊，就是奶酪饼，上次买的还没吃，烤了。今天吃之前有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噔噔噔，噔噔噔，我的臂章啊，都还没达到30万，但是快30万，所以之前就谢谢我的30万，这个是真的是，甚至已经超过了我的韩国家那个地方的城市的人口。这么多，我们以后一起，以后也一起，30年，我们30年以后也一起吃蛋糕，一起吃新疆炒米粉，一起吃。真的谢谢你们，许愿为了我们的美好的生活。我本来10000000超过10000000的时候都吃蛋糕，但是现在已经跟不上。你们的速度，不好意思，我之前的话真的找借口这个吃蛋糕，但我真的如果真的10000000这样经常吃蛋糕的话，我会失去快乐，所以给你们一口，给你们。但呢，我这个真的很辛苦，因为呢，这个订了蛋糕，但是外卖小哥们已经超过了1个小时，但是现在好多人都是阳，所以没有人上班，所以超过很多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我自己拿，不能等，这个是你们的，你们的，你们的，我是的，我的。哇。好喜欢来草莓的一点，我很想吃这种奶油满满的奶油的蛋糕，这奶油还是要解冻吗？为什么不是现在做的吗？奶油，那种，这是我一直很想吃蛋糕最饱的，很多的奶油，这个，这个，有点，再一会儿再吃吧，这种。有一点点小解冻，心脏超会分辨的，扑你扑你，再吃吃不你。还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确实，新疆炒米粉要辣。太辣了，不是好吃。去奶奶。我们。来上这张，
来了，那小鱼是特别很好吃，不是很多。OK， 你外面可以炖的烂。嗯，可以可以。这个比我们家附近的新疆羊炒米粉店更好吃。有酸的味道，对了，新疆炒米粉和内蒙古的奶酪饼，内蒙古和新疆都是一直一直很想去的地方，内蒙古已经去过，但是没有去香面的，因为内蒙古很大嘛。这什么香呀？它这味哪有？不是。有一点点的那种水果味，这哪有还没切冻的感觉？这倒不是现做的，是吧？哈哈，不是现做的，这是熊虾的香烟拿铁蛋糕，这个味道，可以。就是，哪有不多，蛋糕甜。就是新疆炒米粉的，比秋真好吃呢，我吃了一口，就是奥利奥，好吃这个奥利奥，好，这个还可以，没有芋泥的味道，好吃，这个，来着来着，真的来了，超美的季节，不酸。看得出来吗？我的不想吃。你们推荐的这个好好吃，新鲜味没吃过，我吃过这个烤卤味，吃了一袋就忍不住吃了几袋，粉又讲这真的好吃，你讲我的天，现在这个太能吃甜的，这很好吃，能够吃过吧，不用给你们看吧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啤酒的时候也是很好吃，鲜虾辣条鲜虾重庆风，对了，哇，像吃生病了嘛，感觉那个是我养了没有力量去做核酸，但感觉当时我都养了，我觉得甜，
为长，肉脯那么咸呢，不错。真的好像点，刚咬中国的时候，真感觉。这好辣椒，是不喜欢？这个真好吃。好吃个饱。但是你们说我用筷子吃辣条，有的人说没有灵魂，怕出吃，不好意思。但我是说，不尝、啊。这个更有辣味，没有酱。顶天秘书是什么东西啊？甜蜜真好，辣椒，很笑的我觉得。中国这样的袋子饼干真的好吃。为了都是为了像我一样小胃，好吃，样子一样。这是什么味道？花生更多，有胡子味道。再来一个。没有烤肉也香啊。慢慢品尝一下。这味道谁推荐了？烤肉也更好吃。你们呢？你们都吃过吗？我烤肉也更喜欢。你们真的好多，你们可以拿，可以来拿。我不想吃，但是想吃。这么讲的，不能给朋友来吃。这个面包就是看起来，应该有吗？就是那个，朋友没有。上面是东奶油，这下面是朋友。它为什么贵啊？春天，它怎样？草莓的巧克力。非常想吃巧克力草莓，你们再吃。我得了30万，男士们，谢谢。我们谢谢。下次我们吃什么？